90后第一人，周冬雨获改革开放40年全国十佳演员，又获澳门影后。12月11日，周冬雨身着一袭绿色纱质礼服，亮相澳门国际影展闭幕式。礼服完美衬托出她清新自然的气质，并且凭借《少年的你》荣获第4届澳门国际影展新华语印象单元最佳女主角奖，堪称澳门影后。周冬雨在《少年的你》中表演可圈可点，戏收放自如，代入感、同理心和理解力，以及一部分自我发挥，拿捏分寸，火候、进退，从青涩到成熟，从表面到深刻。她是唯一一个获得澳门国际影展的90后，而且在12月10日公布的改革开放40年全国十佳演员中，她也是唯一的90后，实力杠杠的。很多人在忙着凹造型、买热搜，而曾经被人调侃颜值、身材都不突出的周冬雨，一步一个脚印的用实力证明了自己。有人说周冬雨就是未来的周迅，可是她才27岁，还有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超越周迅。看着周冬雨拿着奖杯，提起裙摆缓缓走上红毯的样子，自带耀眼的影后光环，有实力的人自带一种别样的美感。